阿斯塔信息，关于2023年转向创新。通灵阿瑟拉赫克特，阿斯塔说，2023年将是忙碌但特殊的一年。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，我是阿斯塔。2023年在各个方面都将是动荡不安的一年，真相会从深深的黑暗中浮出水面。请了解你自己和一切让你的系统失衡的事物，因为许多冲动进入了你。请梦想自己自由，并做出改变。宗教与信仰，旧的精神教条正在被拒绝，并且出现了加强信仰的新方法，其中对自己力量的信念成为核心。旧的宗教形式被过滤和净化，它们只是表达神圣的方式，但必须消除来自外部的分歧。个人物品坚决处理，各个层面的对抗过度。许多人将在来年做出重要的转变，因为你的道路上有许多机会。不要惊慌，安心做出选择。不要拒绝这种对抗性的变化，而是短暂休息一下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内心的沉默上。从心里选择，但不要犹豫太久。它可以突然出现，也可以突然消失。当心，因为欺骗也在那里。政治出奇招，变幻莫测，左右突兀，使你的头脑变得混乱。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，并站在中间。从宁静中选择你的位置，让平和继续在你的心中产生共鸣。成为你自己力量的中心点，选择让你感到困惑的中间地带。不要让自己不由自主地被拖入不适合自己的事情中。积极的信念可以作为一种启示，丰富你的思想。光柱，那些用坚定的信念触动你心灵的人，组成了光柱，引领你走向新的路线、传送点。这些是你生活中的转折点，他们告诉你你被困在哪里。2023年的转折点比比皆是，错过了机会不要苦恼，新的机会一直在涌现。大转变，从旧到新的巨大转变会带来美好的事物，许多新的群体会出现，有大量的新机会，不要让他们闲置。它会让你不知所措，让你精疲力尽吗？然后当您的边界被降低时，请密切注意，不要过于自信，但是要脚踏实地。地球母亲的能量将帮助你在你的道路上走得更远，但总是建立联系。感受它的能量，感受你来到这里的身体，将两者联系起来，然后向上看。皇冠星号一柱可能指顶轮或皇冠脉轮，向宇宙能量敞开，让生命之光进入你。宇宙意识，头部充满活力的天线指向宇宙并连接，为新生打开心智。这个新生会在你的心中安定下来，当比例卡住时，它会变得恐惧，切换到你的感觉上，让你内在的光芒闪耀。在你的道路上寻求帮助，光明的世界会帮助你。选择改变的道路，从良好的感觉开始过渡。你会发现你可以更好地处理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新机会。这是一个特殊的过程，当然不会无聊，不要被你周围发生的许多事件过度刺激。经济也在向多个方向发展，引起了很多动荡。一部分似乎进展顺利，而另一方面似乎出了很多问题。这里也适用，找到这种情况的中间点，并站稳脚跟。
在寂静笼罩的风暴中心，盖缆变得清晰，您可以分辨出适合您的东西。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上面。张立场 OLEG。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在幕后悄无声息地继续，并在某个时候被推到风口浪尖。围绕核武器的紧张局势会在短时间内出现，一股恐惧席卷天地，又被再次压抑。由于时间线的快速变化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。这些都是旧的紧张领域的积累，导致了奇怪的情况。它们突然出现，但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。光明世界对此有所帮助。意图，你会体验到你所设定的意图是发自内心的，这给人一种美妙的力量感。许多美妙的体验开启，想法几乎瞬间反映在现实中。将你的感受与内在的光联系起来，让心说话，区分内外刺激，选择新的限制形式。旧的已经装不下了。特别重的一年，会很多，也是特别深的一年。在你的内心深处，你知道这即将发生。梦想记忆通过宇宙意识打开，因此你知道它是什么，你也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，以增加对自我实现的更高意识。今年一切都完全不同。训练自己前往内在之光，那里是你真正的力量所在。在新智能诞生的地方，它可以引导您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。新的解决方案覆盖旧的。那些想留在旧世界的人与自己做斗争。你是否认识到这一点？你是否在一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进展？请放下旧的形式，敢于踏入未知。在你之外，混乱像风暴一样在你周围肆虐，你通常无法控制它，专注于你可以改变的事情。儿童和青少年转型被年轻人拥抱，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开口。现在他们可以站在新未来的新力量中。在这个伟大的转变中，许多人都面临着极端的变化。你可以从你自己的信念中说出来，让其他人敞开心扉，可以与这个意图联系起来。爱与慈悲构成了一切事物的联系。将爱带到平衡的中心点，一切都会变得清晰。我向你心中的光致敬。阿斯塔I am Ashta。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